LINE 已经是全台最普遍的免费通讯平台，如果可以把 LINE 整合到办公室的通话系统，员工就可轻松地透过桌机和外界免费用 LINE 沟通，减少中华电信市话占线，省下出差员工昂贵的电话费。您的员工是用自己的手机 LINE 和客户谈公事吗？何不让员工透过桌上分机拨接公司 LINE 账号？电脑版 LINE 结合 LINE Box 就能用话机讲 LINE。LINE Box 有 LINE 和 Phone 的端口，可以把市话和 LINE 整合在一支话机。如果 Phone 及 LINE 端口接反，设备会自动校正。全世界有6亿个 LINE 用户，全台湾更有高达2100万个 LINE 用户， LINE 已成为台湾最大的免费通讯平台。手机讲 LINE 不稀奇，现在您可以透过话机直接讲 LINE。改用话机拨打或接听 LINE， 减少手机 LINE 通话时被来电直接切过去的尴尬。LINE Box 是 LINE ATA 的进阶版， LINE Box 可以把市话和 LINE 整合在一支话机。若是办公室交换机外线不足，可以使用 LINE Box， 连接到 LINE Box 的外线就能同时拨打市话和 LINE。LINE Box 预设为 LINE 模式，提机时会听到特别的 LINE 拨号音，设备显示蓝灯，这时可以拨打速拨码给 LINE 好友。想拨打室内电话时，需提机按下井字键，听到熟悉的市话拨号音，同时设备显示绿灯，即可拨打普通电话。LINE 网关可以给企业带来以下五大好处。LINE 网关与企业交换机整合，员工可透过桌机拨打或接听 LINE 来电，上下游厂商、客户及粉丝都可免费拨入公司 LINE 账号。业务增加时，中华电信市话也不易被占满。LINE 网关提机后自动拨打功能，可建立两个办公室之间的 LINE 专线。另外，来电转分机功能可转固定分机做客服。LINE Box 可支援市话或 LINE 的插播， LINE 通话时若有市话插播，透过话机按1键就能接听插播的市话， LINE 通话会被暂时保留。按1键可来回切换两通通话，或透过话机按2键则可将现有的一对一通话及来电变成包含 LINE 和市话的三方通话。最后，即时通模式可将公司现有会议机转为各种网络会议机，提升会议的声音品质。家庭也能享受 LINE 网关带来的三大好处。LINE Box 把市话和 LINE 整合在一支话机，电脑版 LINE 结合话机，家人出门时可免费用手机 LINE 联络家里。拨打前可以自行设定 LINE 好友的速拨码，让您直接拿起话机拨速拨码打给好友。提机后自动拨打 LINE 的功能，只要加上视讯播出，不滑手机的长辈提起话机就可轻易和国外子女视讯。晚辈来电时听到响铃声，长辈只要提起话机即可通话。无论是在餐厅、饭店、量饭店、安养院、社区或学校及教育机构，有了 LINE Box， 您都可以享受到更方便、更有效率的 LINE 通话体验。